怎么回事？我害怕，我好怕，撞怪兽，快，别回撞怪兽！小怪兽说了不少话，够他学的。你跟我念，两天，两天。雨林卫，雨林卫。两位请回，两位请回。不能进，不能进。两位请进，两位请进。什么人？出来！出来！青天，到了现场。两位请进，两位请进。两位请进。喂，我们这样好不好笑啊？小声一点，认真一点。给我在这老实待着啊，不许动，不许笑。
他为了救我们牺牲了自己啊。他只是喜欢吓唬人，也没想着要害谁。黄杨呢？在这儿呢。我们得走了。身子，你没事儿啊？刚是他变的，收了吧。以后不许再吓唬人了，走。